好，我是 Heidi。 春天除了衣服要换季之外，大家不知道会不会跟我一样都会想帮我装换一换季，买些新的化妆品，然后给些新鲜感自己，有个新的形象是人的。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春天我买了些什么化妆品的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看下去啦。第一个出场就是 3CE 啦，这个系列是今季新出的，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用的闪粉眼影霜，而这一盒就是一个有眼影有胭脂的一个 palette 来的。给大家看一看个近镜，这个闪粉眼影霜跟我平时买开的颜色是比较不同的。我平时买开很多都是喜欢买一些比较偏橙偏暖色系，跟着我觉得有少少想不同，就买了一个白色偏粉红的闪粉眼影霜试一下啦。而另一个呢就是这个眼影胭脂菜盘啦，它上面的图案应该是一些狐狸来的，它跟平时 3CE 的东西是不同，在于平时 3CE 比较多是正式，然后它这个是比较花巧的。那我买的这一款呢就是偏橙色系的，它另外还有一个是偏玫瑰色呢，因为我之前已经买了很多玫瑰色的眼影啦，那我就觉得有点闷啦，那我今次呢就买了个偏橙色的。这一盒呢无论它的粉质和它的珠光闪粉都是非常之细致，然后它是没有了之前九宫格眼影的飞粉问题，改善了超多咯。之前呢九宫格那个虽然颜色很漂亮，但是我试过呢实在太飞粉了，所以令我却步了。这一盘呢就没有了这个问题了，它颜色呢是相对比较柔和啦，它不算话很饱和很显色，但是呢就很适合日常每一日都用的。然后呢它的胭脂劲靓，它的橙色是非常之粉嫩啦，很适合春天啦，同埋好持久。我翻工用咧，朝头早7点上妆啦，跟住去到放工，中间经历咗翻工啦、食饭啦、瞓晏觉啦，跟住放工嘅时候咧，依然系会见到嗰只橙色，佢唔会变咗做少少粉红色嘅感觉咯，佢系依然咧呈现到嗰种粉橙色喺度，咁所以咧，我系好中意呢个胭脂嘅。我今日咧个眼妆咧都系用咗呢一盒去化嘅，你会见到其实个颜色系好柔和啦，好自然啦，佢唔系嗰种好显色饱和嘅颜色嚟嘅。咁但系咧，如果你系每一日日常使用啦，或者你系新手唔想失手嘅话咧，咁你其实用佢咧都系好适合嘅，因为佢唔会嗰啲一搽上去咧就救唔翻嗰只眼影咧，佢唔系嘅。咁但系如果你话想搵一只非常之显色啊，要好鲜色嘅话咧，咁呢一盒咧就唔系你嘅选择咯。跟住咧就想讲下底妆啦，呢两支咧都系 Charlotte Tilbury 嘅。之前三月最爱咪同大家讲过，我好中意用佢哋嘅 Magic Foundation 嘅，但系嚟到春夏天咧，都系想用啲再透薄啲嘅底妆嘅，所以咧我就买咗呢个 Light Wonder 嘅系列啦。呢两支咧简直系南辕北辙，呢支系中意嘅。呢支系劲唔中意嘅。首先讲咗 Light Wonder 中意嘅呢一支啦，佢系非常之透薄啦，好有光泽感，好轻身。如果你想揾一个遮瑕度好高嘅底妆咧，呢个绝对唔适合你嘅。佢系超级薄身啦，然后好靓嘅光泽感嘅。咁你会见到咧，佢系非常之薄身啦，非常之流质嘅，咁好快就会流咗落嚟啦。跟住你推开嘅时候咧，是很薄很薄，同埋咧会很有光泽感嘅。其实呢度应该可以用到成块面嘅呢个粉啦。佢搽喺块面度咧系非常透薄啦，完全唔会焗身啦，系非常之适合春夏天用嘅一个粉底嚟嘅。而另外呢一支咧就叫做 Hollywood Flawless Filter 啦。我真系想俾10个白眼佢咯，大家千祈唔好买，唔好买。劲废呢支嘢，我完全唔知道有咩用咯。佢话佢可以喺个底妆下面透呢个光泽感出嚟啦，冇咯，完全系废嘅呢啲嘢。佢咧里边仲要系呢一种海绵头啦，跟住之后咧网上边嗰个建议嘅颜色俾我咧系错晒嘅咯，劲深色咯，系劲橙嘅啦呢只色系。总之咧，就系搽咗上块面嗰度咧，我觉得佢搽厚咗一层嘢喺度，然后冇作用啦。Anyway， 大家唔好买呢个。跟住我想同大家讲一样嘢咧，就系我都加入咗呢个花龙嘅系列 ，Clinique 嘅呢个花胭脂咧，唔知点解买下又一粒，买下又一粒。跟住除咗呢三粒之外咧，今年嘅新色 Colourpop 同埋 Fitpop 咧，其实我都买咗啦，不过佢未到咋。呢三粒咧分別係 Melon Pop 啦、
Plum Pop 啦，同埋 Peach Pop 嘅。三個裏面咧，我最中意咧就係 Melon Pop 啦。大家睇下佢隻色幾靚幾粉嫩，簡直真係似一朵花咁靚啊！呢一隻色咧係任何皮膚，無論你係白皮膚啦，或者係黃皮膚咧，都會用到嘅一隻色嚟嘅，同埋係非常之百搭啦，非常之日常啦。你就算每一日用咧，都會覺得好適合嘅。Peach Pop 咧，我覺得係一隻比較深嘅蜜桃色嚟嘅。佢真係 pop 喺個面珠燈嗰度咧，就會好靚。然後咧，這個 plum pop 咧係比較偏紫少少嘅玫紅色啦，都係好靚嘅。但係咧，我覺得呢個比較蝦人用，因為其實佢要同眼妝同埋唇妝配合得比較好咧，先至會用到佢嘅韻味出嚟嘅。呢一隻花花胭脂咧，佢個優點咧係佢嘅粉壓得非常之實，佢係唔會點飛粉啦。然後你攞粉嘅時候咧，係可以慢慢攞一層一層咁樣搭上去，就會好靚噶啦。其實我今日係 pop 咗啲 peach pop 喺塊面嗰度噶，係咪好靚呢？色勁啱春天啦，又係。跟住之後咧，佢個缺點咧就係其實佢個持久度係中等嘅啫。如果你係由朝到晚都係喺出邊嘅話咧，係需要補妝嘅。佢唔可以維持到由朝到晚十個鐘咁樣嘅。我諗大約六個鐘左右咧，佢就會開始飛歐噶啦。但係我真係絕對認同咧，呢個花花胭脂咧買下買下係會上癮嘅。唔知點解見到一粒又好想儲啦，見到一粒又好想儲啦。佢每一隻色咧都係唔同色系嘅感覺咧，非常之容易增加我嘅購買慾啊！跟住今個春天咧，唔知點解會中咗呢個胭脂毒啦。除咗 Clinique 嘅胭脂之外咧，我特登擺到最後先至講呢一個，佢係 Benefit 啱啱新出嘅呢一個胭脂盤啦。呢一個 Limited Edition 咧，完全係今年春天嘅重頭戲咯。我覺得一打開咧，裏邊咧就有五個 Benefit 嘅胭脂嘅 Regular Size 嘅，四個咧係胭脂，一個咧就係 Bronzer 啦，仲有呢一個咧就係個數。個數咧完全咧不值一提，我真係覺得大家攞咗之後唔需要理佢，因為咧佢啲毛係勁粗糙啦、勁硬啦，然後勁唔舒服啦。總之咧唔使要嘅。雖然佢個數係廢噶啦，但係你唔好覺得咁樣係嘥咗，因為咧呢一盒嘅價值咧，就算淨係呢五個胭脂咧，已經係超值。完全是良心價、佛心價啦！呢一盒咧係565蚊，有曬五個 regular size 嘅胭脂同 bronzer 啦。其實佢每一個如果你喺 counter 度買咧，係大約200-300蚊，但佢五個加埋咧，咁樣一 set 咧，只需要565蚊啦，好抵買呢個。蒲公英胭脂大家唔使講啦，勁出名噶啦 ，Benefit 搽上去咧係非常之粉嫩嘅。呢一個 California 咧，其實我用咗之後咧，佢冇咗面層咧，有陣金粉噶。嗰陣金粉咧超靚啦，但係用第一次就冇咗咯。Anyway， 佢呢隻顏色咧係非常之靚嘅橙紅色，搽咗上塊面度咧好有朝氣，好有活力，好適合夏天嘅。跟住呢個 Rock 咧，佢雖然望落去好似好淺色或者唔係好起眼，但係搽咗落塊面度咧係有氣質啦，有氣色，非常靚嘅一個色嚟嘅。上面呢個美士佢係今年嘅新色啦。但是呢，我覺得它望落去都好靚，我已經唔捨得再用，因為我知道呢一層金粉一掃就應該會冇咗咯，所以我諗住留到最後先至用嘅。唯一少少缺點係 Hoola 咯，我咁黑用 Hoola 咧，我覺得都係啱啱好，或者有少少深。所以如果你係一個好白嘅女仔咧 ，Hoola 呢一個可能你可以當眼影咁樣用咯，就絕對用唔到做 bronzer 嘅。然後佢一打開咧，佢有一陣咧。好美國嘅味啊，好似小朋友玩嗰啲芭比公仔嗰陣扮靚嗰陣味咯，香嘅又唔算話非常之強勁。總之咧，你一打開嘅話咧，就會即刻聞到嗰一陣小朋友玩芭比公仔嘅味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呢個春裝新品購物樂咧就嚟到呢一度啦。希望你中意睇呢条片啦！如果你中意嘅话，记得俾个 like、subscribe 我个 channel， 我每个礼拜都会 upload 两条新片噶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！好在有